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现在来这个甘蔗的基地，来看这个甘蔗，这是黑皮的这个甘蔗，现在已经长熟了，很高一根的哦，都有2米多，差不多3米一根，很高的这个甘蔗。到那边去看一下，都长了好多好多，好大一片。这些甘蔗全部都是，这边这点边都砍完了。你看这个长得好急好急的，我漂亮还是他们漂亮？我看一下先，肯定你漂亮一点了。我都还没转过头来，他就捉了。还没转过头都没看到呢，你太假了。那我漂亮一点还是徐姐漂亮一点？你漂亮一点。徐姐站在后面不？他听不到的，你不要给他听到嘛。那本来我是说实话嘛，实话实说的。不能乱说的，漂亮就是漂亮。你看这个杆子，它这个节好细，黑黑的，就这样才软和嘛，这个嘛。如果是很密的话，咬了咬不动。确实，有一些好密的，这么密的那种，节节都是节。那个嘴巴的咬痛。这个。最近很难找得到那种杆子吧。这是福利，你也说福星，真的是福星的没有甘蔗，福星没有甘蔗，福星没有甘蔗啊，对，他们老是说错，福利福星，你们要搞清楚啊，我要等一下你卖个甘蔗，你说是福星的，福星的根本就没有甘蔗，根本就没甘蔗，哦，这是福利的，不要乱说了，好了。要这一片了，那你给定金呀。好，你看这一片是不是很好嘛？好像是画在上面的一样，你看是不是？哦，真的，很整齐。是啊，是受过军训的。很均匀的，是不是？走就走了。看好了，下定金。给钱。给钞票。我拔这根了。往年我的甘蔗，起码甘蔗又那么脆呢，这很脆的。我们的甘蔗你随便摇，这个很好吃的。云南人过来，他说小九，70岁，快点，70岁的，我老人家都咬得动了。70岁的来，给豆包给你吃，快。看小根的炒起来，大根的好吃。大根小根你可以吃得起，小根的应该会好吃一点。我吃甘蔗也是喜欢，就是手能把皮剥下来的。不是，它有两种品种，剥下来的那一种的话，它水分要足一点，但是它甜度没那么高。哦，但是这个它也能手剥下来。也可以剥啊。可以吗？啊。应该都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了。这里的这个假山很漂亮。这些鱼也蛮漂亮的，我老是跟着我来走了，走到哪里去呢？你们都很好哦，哦，要给点东西给他们吃才行。越来越多了，好大一个哦，越来越大一个了。小徐，你看他们两个，
他们两个是夫妻吗？哪里是夫妻呀、啊、都各有各的家庭。那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寂寞呗。